Yes, more. More. Don't stop. 要不要打王了吗？竞技场真的要打王。好了，开干开干。你如果要下去就是打王了，竞技场的话就是打王了。来了，的确开干。我来欣赏你，我再来欣赏你。狼之王座，这个。 我说他叫一堆这种小矿工，等一下围殴你啊！那个没啥，那个后面就不见了。他会叫一堆狼人，不是小矿工。小矿工是一开始，小矿工不重要，是狼人，那个狼人我清超久，我清不掉。哦，真的，我知道怎么解了。原来是。 我要变狼了！哦，我看到了，叫好多小狼人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老哥你还蛮痛的，这样。哎，靠背，没躲到。 我靠！好啊，顺发！直接那个。要、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哦，我应该先去欣赏你打王的，不应该那个。 他血会回满，你不会已经，对，他会回满，他很烦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阻止他，但如果可以就好。应该是二阶吧，感觉有机会可以阻止他。感觉如果有什么，看起来是二阶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，有些可以，有些好像会这样设计。我靠，哎，我被感裂了，我的天！不可。 这个是那个吧，守护者的招、哦。那个小控哦，就是控缩。不用，他你在这边撑一定时间就好，不要死，清小怪。对，那个小怪最后会不见，如果你撑够久的话，它其实小怪会自己被消失，它自己会把它清掉。 不用，一定要把小怪清完。好像清了。主要是打了会那个会回水。有伤害全部点。看起来这么爽。没得。 我差点死，被对方秒了。哦，好，被动，快点！快点！不能动，不能动。它会指向一个洞，你不能让它直线动。讲到它荧幕外面，别安静，这样。 又是这一招，还有结束，就是这个很烦，还是他有残血的，他跟你一样，不确定。我没有水啦。 冷嘞，就是这个，它会消失，然后变狼裹起来了。打掉，打掉，啊、哦！
像类似。对对，他很像是那个 V Rising 的几只王合在一起的感觉。这话就过了 ，OP。加不嗨。刺激刺激，没丢东西。还有剧情还没讲完。对，然后 PV 二代，如果你跟王同归于尽，他掉了金装，你死掉一瞬间会全部消失。Yes. 白痴。Find her. 一直消失。对，不同归于尽。Please stop the madness as you wish. 玩特写看一下在干嘛？啊，造完了一堆奇怪的。请问您是醉吗？啊，走了。